对不起啊，姐。对不起，又不能当面吃。鸭子在楼上搞什么？噼噼啪啪的。没什么，只是做了一个怪名了。你们到什么东西了？我们到汤圆哥。娘，你真的是失明到了汤圆？对啊，不是会梦到什么耶？小心上面有一只飞镖。哦，他是的是。我儿子他从又梦到汤圆了。你倒不知道我等这一个等了多久了。阿伯，这是个好兆头。什么好兆头？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可以。到时候你就能完成签名，继承我们家之床的面匠。就像我爹把电权给我，他爹把电权给他那样。爹，听我说，我是做梦。就是那个梦。我们当然去家只有两吹管你的老面匠。姐，你没有想过不只是一辈子卖面？我想过离家去做吃最怎么做豆腐。那你怎么没去？因为那只是只能做梦啊。豆腐